小白哥哥啊，你可以做一个银河奥特曼吗？太难了，不做不做。这是你粉丝评论让做的，你不是答应他们要做十个奥特曼吗？不可以言而无信哦。那好吧，点个小心心，我们开始吧。银河奥特曼已经做好了，非常的帅气啊。对了，下个作品想跟小白做什么，评论区告诉我。